填满灰浆。宝顶琉璃瓦是由底至顶逐层挂上，另外屋脊部位则安装兽头及仙人走兽。回廊牌楼的琉璃瓦与正堂相同，合计所有琉璃瓦共有40万片。正堂二楼正厅内的国徽藻井离楼板面30公尺，是以 FRP 制成，上面贴锡银绒布，四周的蓝栅平顶高18公尺，国徽的四周是木质的斗拱，以及各式的云形图案，都是以上好的干燥块木以手工精雕而成。堂第一层平顶是中国式的平顶装修，有素色天花板、立粉天花板和宫灯、